哎，大壮，警察拉货了，走，把我送回村里。村子里打电话说，他这两天要回来，万一真死了，尸体怎么办？把尸体拖到山上烧了。 用王宝山，他把黄家闺女黄欢给烧死了。我怎么知道黄欢去哪了呀？我，这是自立的身份证。立琴，黄欢。 爸也是为你好，不想让我离家远，别送我去城里上学。宗阳，你是不是谈对象了？谁叫姑娘？就是你这贱货把他害的。你说没贱货，我说你一定，你信不信？ 王宝山是怎么找到你的？我想回家。会有人发现吗？根据尸体的情况判断，死亡的时间是昨天。昨天？你看到一枚红色的奖章了吗？有些事儿啊，放在他心里，像石头一样压他一辈子。 他一辈子对你好，你要是问出来了，那这石头啊，就搬到你心里了。